超级课堂成就名校梦想，超级学员们，大家好。这节课的内容是毛球和墩墩的出差，核备问题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，毛球已经成为能熟练采集花粉团的老员工了。这次他接到了新的任务，要出差寻找一片新的花丛，并带领实习期的新成员墩墩完成最后一天的训练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就和墩墩一起飞出了蜂巢。他俩沐浴在清晨的雾霭中，朝日出的方向飞去。好在运气不错，不久他们便发现了一片小花丛。有趣的是，这片花丛只有两种颜色的小花，红色和白色。毛球就和墩墩商量说，你看这里的红花比白花多，我的速度比较快，要不我采红花你采白花吧。墩墩数了数，发现红花比白花的两倍，还多出三朵。考虑到自己还不熟练，他就同意了毛球的计划。一天下来，毛球和墩墩都采完了各自的红花和白花。回到蜜蜂王国后，仓库管理员探探统计出他们一共采集了60个花粉团。于是聪明的毛球故意考考墩墩说，你还记得红花比白花的两倍还多三朵吧？墩墩说，记得。毛球又用调皮的语气问墩墩，每朵花大约能采集到2个花粉团，我们一共采集了60个花粉团，那你知道你自己采了多少个花粉团吗？这个，让我想想，我数学不太好，你教教我怎么算吧。毛球得意地说，那你听好了，红花比白花的2倍还多3朵，每朵能采集2个花粉团，相当于红花花粉团比白花花粉团的2倍还多出6个花粉团，你说对吗？墩墩说，是的。然后毛球画了一长一短2根线段，这是线段图，长线段代表红花花粉团，短线段代表白花花粉团，所以长线段比短线段的2倍还长出一点点，代表6个花粉团。现在一共出现了3段等长线段，和多出来的一小节线段，一共代表60个花粉团。那么这3条等长线段代表60减6等于54个花粉团，所以每条等长线段代表54除以3等于18个花粉团。所以你采了18个白花花粉团。墩墩听完后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么简单啊！的确，只要减去多余的那小节线段，就是一道非常普通的核备问题了。所以这类题叫做有余数的核备问题。掌握这个方法后，我们和墩墩一起做几道练习题吧。甲乙两人共储蓄人民币1790元，乙的钱数比甲的3倍少50元，甲乙两人各储蓄多少元？还是画出一长一短2条线段，乙比甲的3倍少50元，所以甲是短线段，
也是小的三倍长，但短了一小节，这小节就代表50元。我们用虚线表示不足的量，实线段一共表示1790元。加上虚线段50，我们能看到4条等长线段，所以一共是1790加50等于1840元。所以每条等长线段就是1840除以4等于460元。所以甲的钱数就是460元，乙的钱数就是460乘以3减50等于1330元。或者用1790减460等于1330元。下面我们来做一道更难一点的题。有2层书架，共186本书。第二层的书比第一层的2倍，还多12本。后来从第二层取出一部分到第一层，使得第一层比第二层的2倍少9本。那从第二层取出了多少本书放到了第一层？这一道有2次带余数的合背状态，一次是开始的第二层的书比第一层的2倍还多12本，另一次是转移后第一层比第二层的2倍少9本。这两种状态前后，第二层的减少量就是我们要求的取出的书的数目。前后两种状态的线段图如图所示，总和都是186。在拿书之前的图一中，3条等长线段的和是186减12等于174本。每条等长线段为174除以3等于58本。所以第二层有58乘以2加12等于128本。在拿书之后的图二中，3条等长线段的和是186加9等于195本。每条等长线段为195除以3等于65本，所以第二层有65本。对比前后的第二层线段，可知从第二层拿走了128减65等于63本书。这类合背问题也能隐藏在除法里，比如这道题，2数相除，商3余4。如果被除数、除数、商及余数相加，合是43。求被除数和除数。商3余4，说明被除数比除数的3倍还多4。这不就是这节课的题型吗？于是我们画出线段图，发现有4段等长线段，它们的和是多少呢？商和余数分别是3和4，所以被除数跟除数的和就是43减3减4等于36。那么这4条等长线段的和就是36减4等于32，所以每条为32除以4等于8，除数就是8，被除数就是8乘以3加4等于28。我们把这类隐藏在除法中的合背问题再变化一下，比如这道题，2个数相除，商8余3。如果把被除数和除数分别扩大到原来的3倍，
的背除数，除数、商及余数的和是350，求原来的背除数和除数。把背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三倍，对商和余数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来研究一下。假设长线段代表背除数，短线段代表除数。长线段比短线段的两倍还多一点，这个两倍就代表商为二，多出的一点就代表余数啦。现在把背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三倍，我们发现背除数依旧是除数的两倍，不过多出了三个小线段，说明余数也变大了三倍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如果把背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一定的倍数，则商不变，而余数也扩大相同的倍数。知道这个结论后，本题就简单很多了。已知背除数、除数、商、余数四者的和为350，其中只有商没有扩大三倍，仍然是8，所以背除数、除数、余数的和为342。那么在扩大三倍前，三者的和就是342除以3等于114。同样是在扩大三倍前，一共余数是3，所以背除数跟除数的和就是114减3等于111。由商8余3的条件可知，背除数比除数的8倍还多3。画出线段图，发现有9条等长线段，它们的和为111减3等于108，所以每条等长线段就是108除以9等于12。所以除数为12，背除数为12乘以8，加3等于99。本题的难点就是这个结论，只有商是不变的，大家要注意了。经过毛球的悉心讲解和题目的顺利完成，墩墩也熟悉了带余数的和倍问题的解法。画线段图时注意多余线段或不足线段，就完全没问题啦。墩墩在实习期的最后一天，不仅完成了采花粉的任务，还弄懂了一类数学题目。这种虚心求教的态度会帮助他成长进步得更快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超级课堂，超级收获，超级学员们。